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那一些年娱乐圈中最火的明星就是鹿晗了。作为 XO 前成员的他，不仅颜值高，还有着唱跳俱佳的能力，后来选择回国发展。回国的鹿晗不仅加入了大火的综艺真人秀节目《奔跑吧》，还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重返十八岁》。对于唱歌跳舞，鹿晗是比较擅长的，粉丝也是看在眼里。那么演技又如何？这个恐怕不仅网友众口不一，就连娱乐圈中的明星也是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有记者问过王思聪这个问题，但王思聪只是微微一笑。王思聪和吴亦凡、林更新感情很好，还一起经常打游戏。而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林更新恰好也在王思聪身边，于是林更新见王思聪并不说话，就和记者表示自己和鹿晗合作过，演技很赞。王思聪似乎也是嘲笑。接下来王思聪的话更令人意外了，和林更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。有网友认为王思聪怼鹿晗演技的看法是对的，所以也算怼得好。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？欢迎你们的留言。